辛苦啦，给你补充点能量。别想骗本喵。一定是伪装的不够好，让我稍微改进一下。都是你爱吃的，快尝尝。你 happy， 我不 happy， 有人。嗯啊Yeah.
我也有网红黑粉炸鸡了，赶紧炫一个。老板，我要吃鱼鳞果冻。我要吃山竹。
起唤着我裙摆，但依然依然你漫步走过来，沿路的风景被抹上色彩，在麦浪里洒下我们的爱，渴望每天去来，再依然依然起唤着我裙摆，但依然依然你漫步走过来。老板，我要一个巨无霸章鱼烧。老板，预测下今晚比赛哪队能胜出？点到哪个吃哪个。我追上你，那一刻让人屏住凌晨，一手漫步夏夜里，星星不经意透露进你的眼睛，像是在笑意被月亮照的透明，难得浪漫灵魂相遇，我问你多情。老板，我要鱼子酱自由。哇，老板，我要一个比头还大的烧饼。
草莓塔了，赶紧炫一个。老板，我也要草莓塔。草莓这么贵，怎么能浪费？这样虽然不好看，但是一样很好吃啊！老板，我要彩虹薯片。
Yeah.
加费288元。悄悄说一句，刺花榴莲可不要扔。
老板，把它做成龟苓膏。又偷吃，赶紧做饭去。老板，我要能生吃的肥牛卷。Later.老板，来份炒年糕加紫菜卷。
老板，我要一个比头还大的棒棒糖。老板，来份火腿泡面。
老板，我要可以嚼着吃的奶茶。